的节目主持人米克，那我知道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话不多说，先给大家介绍今天饭局的两位嘉宾。我想大家有可能都已经知道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奇妙伙伴，奇妙伙伴大厨，我们的 Alex。Hello，大家好。哎，对，这是我们的今天大厨。但是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也是你们万众期待的，就是我们的郑云龙大龙。大家哎，好。对，好，那今天的这个直播配置可谓是非常非常的顶级了，因为这个是音乐剧界厨神，我们的厨师界厨神和我这个主持界厨神巅峰的合作，郑云龙，想不到吧？啊，舞台上深入人心的灵魂歌者，生活中还有隐藏的烹饪技能，那大家想看大龙今天给我们做什么菜呢？今天他除了带来之前们我们粉丝们呼声最高的两道菜，排骨汤和我们的羊排火锅之外呢，还会烹制其他美食，是不是很惊喜？期不期待？来，大龙，给大家会做三个菜，三个菜，第一个就是排骨汤，排骨汤，第二个就是羊排火锅，羊排火锅，因为天冷了嘛，嗯，对，吃一点热一点的，是。汤汤水水的，还有一个就是熔岩蛋糕，熔岩蛋糕，对不对？对，然后，但是还有我们还多一个主食，对吗？对对对，对还有一对，个饭，饭什么饭呢？今天我们这个饭，因为你们都叫蓉蓉嘛，对对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叫云蓉饭，云是不蓉是？饭，哎，不过一次做三个菜这么厉害，做一个菜不就已经是很忙了？做三个菜来得及吗？平常来说是来不及的，但是我们今天有菲士乐，非吃了，是根本来得及的。根本来得及的。十个菜也来得及。是，那一锅做三个菜真的是太神奇了。那究竟是怎么来实现的，大厨？是用我们的菲斯的橙色高速快锅。高速快锅。对，因为啊。它这个高速快锅，它可以同时煮三个菜。对，是同的。时煮三个菜，对，而且我一直担心啊，就是如果是同时传煮统三意个义。菜的话，会容易串味儿吧？对，传统意义上同时煮三个菜的话，会容易串味，因为可能荤素同煮，可能会有可能荤的对，烂了，跑味蔬道，菜已经烂掉了。对，是的，对，我觉得这是通常情况下，但是我们用了这口神奇的锅呢，是不会的，不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对吗？见证奇迹。好，那我觉得一口锅怎么能够做，同时做三道菜，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讲究的，也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证明给大家看，我们怎么样通过一口锅高速快锅同时做三个菜，对，是不是？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了，对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要在这个之前要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拿手菜，我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应该是都已经翘首以盼了。我是其实就是平时喜欢自己做点吃的，对，就不忙的时候，因为平常下厨多吗？最近没有很多时间。因为知道很有你很对忙，对对，对。平时如果有空闲的时间会的，经常会。明白。所以我就是你平常比较有些什么拿手的菜吗？就是这个排骨汤，今天要做的，这个排骨汤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不是特别的繁琐不步是特骤，别繁琐。因为用这个锅的话，其实可以同步进行嘛，同步进行，然后就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是就是是。你比如说忙的时候把这个汤做到锅里，你就可以去忙别的，然后一会儿就可以回来就可以喝。啊，你像我有时候炖汤，我觉得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不用的，对不对？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料理吧，好，好吗？从哪里开始呢？好，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食材，我们这边。对，介绍一下食材。好，我把这个战场我让先给两介绍位一下大我的厨。这个是吧？对不对？对，这个排食骨材，汤，我们排这骨边汤看一下。肯定要先有排骨，对。然后呢，我会搭配一些什么呢？就这个是瑶柱，瑶干柱，的瑶柱，干干贝，贝，其实也叫干干贝。贝，这个如果不做汤的话，是要发，对，要要先泡。发一下，泡水。这个泡也很简单，晚上睡觉之前把它放先到水里一面，个碗里，对水里对对，泡着，然后贴一个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就可以。是，然后第二天就可以软了以后它会变大，是，然后就可以泡发了嘛，对吧？对，可以炒蛋啊，是，或者说做一点青菜放在里对，面就其实这很个鲜。是算平常用的比较多的食材了，啊，对吗？对，然后这个是茶树菇，鲜的茶树菇放在里面也会很好喝。然后我这个会放一点，榨菜，鱼圈的榨菜，因为它会提鲜鲜的味，味道，因为很多火锅底料其实都放对，这个的。然后大概就是比较。就是剩下就是白萝卜，传统的蔬菜，传统蔬菜，然后葱姜蒜这些就是去腥味的，所以你为什么喜欢这一道排骨汤呢？
就自己平常从小就喝。我胃不是特别好，胃不是特别好，我就比较养胃。我很喜欢喝热的东西，嗯，就是汤类的。明白。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最简单的一个自己家用煲汤的一个最简便了，最简便，对。啊，食材也很好买。嗯，食材也很好买。对对对。那如果是用这个普通的锅来做的话，一般要40多分钟。对，那今天如果用我们的这个高速快锅做的话，15到20分钟就能完成了。嗯，而且听说你会发现啊，里面的这个蔬菜是完全没有变色和氧化的，但是排骨就已经非常的酥烂了，可以说是达到一个脱骨效果，是的，对吗？是的，是的。嗯，好，那我们这个大龙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流程，该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先放哪个，再放哪个，是吧？嗯，如果用这个锅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放进去。啊，好，同时放进去，同时放进去。如平时我们会把排骨先煮排骨，先把排骨过一下水。嗯，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很多花椒呢？就是我有一个做肉类或者说排骨类的做汤之前的一个步骤，就是过水。过水。羊肉和猪肉、牛肉就是腥味比较大的东西，你在过水的时候多撒一点花椒，多撒点花椒，然后和料酒，嗯，会有特别好的去腥的效果，去膻和去腥。对，但是过完水这些花椒就不可以用了啊，它就完全是为了去膻去腥来使用，没错没错。嗯，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一步，好不好？好。嗯，啊，那由于高速快锅的这个快速烹饪的一个特点呢，嗯，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会被最大限度的保留，这样烹煮出来的排骨汤，嗯，香醇鲜美，营养健康。哎，没关系，我在一旁讲，你们可以一起操作，一起操作。嗯，对对对对对。里面的白萝卜其实也不会因为这个和排骨烹煮而食材变形。对，对。我们现在这就是这个锅非常神奇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因为上次我们拍摄的时候，我用过一次这个。嗯。然后真的是煮出来没有串味儿，没有串味儿。然后食材保存的相对的很完整，很完整，而且是没有出现那种氧化的。口感是正好，口感真的好。嗯。正好。好，我们现在我们的 Alex 大厨在备萝卜啊，去皮。啊，我们的云龙在剥蒜。哎，平常我自己会剥蒜，用那个剥蒜器啊，或者是把它一拍。剥蒜器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是直接把那个剥蒜放到里面揉一揉，它皮就容易掉。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吗？对，我希望你要补补课。我回头去弄一遍。哇，今天大龙是亲自剥蒜啊。因为我以为会准备好剥好的，嗯，结果没有，那我就自己来。你们看到了史上这个在直播历史上第一次，这个大龙是在直播上剥蒜，嗯，这剥蒜就是对要比较繁琐一点，比较麻烦的其实。但剥的速度挺快，手速特别快。啊，对对，我就是很努力了，不是有诀窍的，有诀窍了。对，你看，哎，真的很快呀，啊，有诀窍，够吗？够了，三个够了，我觉得也够了。这个要干湿分离，嗯，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没有垃圾箱，咱们声音稍微大一点啊，在这里啊，对，我让我们粉丝干湿分离，对，干这个声音非常洪亮，耶，yeah ，对，我们是的，就保持这么讲话，好的，好，大家听清楚，我们以后就这么讲话啊。好，我需要大龙帮我切点生姜，好，来，哎，切什么形状？这个学一下我们，切片，对，切片，来学一下我们，切片，切片，啊，对，去皮去干净，去皮去干净，我要煮出来的。汤会有混杂，对，是的，嗯，厨师还是非常讲究的，我就不会这些细节的东西，我就是都是看那个美食节目啊。对，真的薄啊，一看就是在家里有做，一看就看这个手势就知道， 对吧，一看就是在家里做过饭的。还可以啊，切了很多，切了很多，还可以，对啊，我们现在是备这个蒜备好了。这个我就切蒜，我喜欢就是有一个步骤的，其实之前啊，什么步骤？要把它压一下。哎，压一下，对，就是把它压一下。哎，对对对，啊，压一下，压一下。如果有那个宽刀的话，就拍一下。哎，对，这样它比较容易烂啊，就是会煮的。对，大蒜是好东西的。大蒜是好东西，对身体特别好。很多保健品都是通过大蒜提炼出来的。是是是，对，提炼的，嗯。说的没有错，平常吃大蒜多吗？就如不工作的时候啊，就吃多还是会有口臭啊。喝一点乳制品，喝点乳汁就好了。巧克力啊，真的吗？真的，乳制品。然后吃了大蒜，如果去口气的话，喝乳制品就好了。对对对。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哇，今天学到了，肯定学到的。对对。好，我们现在备好了我们的萝卜，我们现在用我们的高速快锅。好，我们现在我们的主角登场了，我们的高速快锅啊。
那应该是我们最这个汤应该是最底层的那一层，对对对吧？嗯，我们同时煮三个菜，汤在最下面的，上面还有我们会蒸一个蛋糕，蛋糕哦，上面嘛是云龙饭。好，我们先来，中层是蛋糕是吧？中层是蛋糕。哦，了解。好，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蒸屉，两个蒸屉。嗯，来，大龙要不要到旁边来辅助一下？这两个是一个蛋糕一个饭，对吧？一个蛋糕一个饭。最下面会有个支架，因为它上面有汤，它没有支架一定会架起来，影响它的形状。好，我们加点水。适量的水，来加水。所以平常大龙在家用这个锅用的几率算比较高了吧？方便，我觉得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快速的生活，是的吧？嗯，就一次性做一次性做三个菜，如果是单身的话就够了。明白。单身的福音记得赶紧下单啊！是。好，现在我们接上水了。对。哎，这有讲究吗？我们要再接多少毫升这样子？有没有讲究？看你的食材比例。对。你要做汤的话，可以水可以多加一点。嗯，对，因为它会煮的时候会蒸发点水分出来。明白。但其实这种锅其实蒸发的水分很少，因为它密封性非常好，密封性没有空气流动，所以它三个菜同时煮是不会串味的。所以它不光快，而且密封性很好。密封性非常好。对，嗯。我们这个食材就非常的丰富，对，啊，一起全部放进去，全部放进去。这就是这个锅的，其实就是最大的特点，好处，嗯。因为它简化了很多步骤。对，我用其他的锅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这么繁琐这样做。嗯。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瑶柱，然后花椒，喜欢的花椒，花椒去腥的。大家看到有榨菜。对。啊，提鲜味，提鲜的，很好用。好。啊，这个是茶树菇，可以跟荤菜同时煮，但它等外出来的形状都是一样，对，很味感。色香味俱全都要注意到，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葱。其实用别的锅的话是要分时间段放入，对，放入食材。对，分时间段，因为怕会影响到汤的。蔬菜会煮烂，对，会煮烂一点。啊，姜，然后就是我们萝卜，白萝卜。啊，我觉得白萝卜可以适量多一点。对，就因为冬天现在马上冬季了嘛，冬天吃萝卜其实是好的。萝卜是人参，人参，男人的人参，白萝卜。记住没有？我们鱼龙说了，这个男人的人生啊，嗯，所以我们这个直播前的女粉们，记着要给自己的男人买白萝卜，冬天多吃点，真的，真的是这样。记住我们的蓉蓉的这句话。好，中间我们准备我们的蛋糕。蛋糕啊，第二个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蛋糕，我就不会了啊，因为我对这个糕点。接下来要准备我们的这个熔岩蛋糕和鱼龙饭了，嗯，对吗？嗯，哦，就是其实就是煲仔饭了。哦，对不对？这个煲仔饭，对，广式的，对，它是将和这个排骨汤啊，和我们这个蛋糕是放在一起，放在我们的高速快锅里面一锅完成。那这么神奇的操作，说实在的，我是真的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真的是很期待啊！一个锅子同时做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咸味和甜味料理，会是怎么样？啊，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个我也是第一次，你也是第一次啊，嗯，就是有蛋糕和这种，就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啊，对，对吧？会。如果这个要不串味儿的话，我是个很诚实的人，我就尝一下，就尝一下，我也很期待。今天我们来替大家尝一下，我们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这个高速快锅，然后也是第一次见到一锅做三菜，对，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嗯，现在是在接水，接水啊，这个水是先烧是吗？对，我们要那个水去打那个面糊，嗯，蛋糕的糊，嗯，它隔水打，隔水打。因为直接加热面糊会结块，我们要用水蒸气的热量去加热它。啊，但我这个汤要加一点味道，加一点底味，加点盐，加一点蚝油，秘方就是，相信我。秘方，听见没有？秘方，记住。不是，就是实验过的，这不是随便在这瞎做啊。来，镜头给到。对，不要特别多盐，不需要，真的不需要特别多。因为有榨菜在里面。啊，对。但厨师就厨，有蚝油吗？蚝油有吗？有，就是，啊，哦，在这儿已经调配好了，好油，差不多就可以，可以再来一个，嗯，就可以了，味道就加这些，就加这么点儿。出锅的时候加黑胡椒，对，可以了，味道就加这些，完全够用，差不多几勺啊？
两勺，两勺左右，我觉得对，然后加一些盐就可以了。啊，加些盐就可以，不要特别咸。我也。哦，那这个 Alex 大叔，这个我们是在巧克力，花哦，这是巧克力。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蛋糕的这个配料是吗？对，配料里面要有。啊，明白。啊，是要化巧克力对吧？对，拌到那个到时候蛋糕糊里面拌在一起，啊，烤出来蛋糕才香，而且是要隔水化。哦，隔水化，对对对对，这西比较西式的做法。这个哦，巧克力，的确是的。哎，好像这里面是有不同的巧克力是吗？有黑巧克力对吧？有黑巧克力，还有一个甜度不一样，甜度不一样，浓度不一样，加上黄油。啊，加点黄油，黄油它有稀释的作用在，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放进去，等水开，等水开是吗 ？OK， 好，我们来等水开啊。这边我们还需要三个蛋，蛋清和蛋白分离。蛋清、蛋白分离。哎，平常我蛋清、蛋白分离，我是有一个小工具，你平常也是这么自己分离的？就是这样，也就这样啊。嗯，但是这个蛋黄要留着的，蛋黄留着。对，想想会可以怎么做，做点别的也可以，其实，要不很浪费。是，不浪费一点点食材。果然是大厨，动作太快了，而且它保证了这个蛋黄的完整，蛋黄的完整。我今天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真的是收获特别大。有人看吗？现在？绝对有人看啊！你看屏幕上都已经有那么多人在留言了，有没有？有看到吗？有对，已经你看不停的点赞哦，对不对？你看右边赞到已经赞爆了。那大家都说不要浪费，就不要浪费，真的不要浪费。是，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蛋清这个蛋黄分离了，平常你吃甜的多吗？应该不多吧，不多啊，我基本上不吃甜，不吃甜的，不吃甜食。这边需要大龙帮我操作一下大量累积啊，蛋清和糖，蛋清和糖，对，打发蛋清。好，我们会用到一个特别的机器，对不对？对。哎，来，我们的 Alex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器是。我们大量累积，它可以打发很多，可以打发面筋啊，打发粉碎，包括打发蛋清都可以。你看上去就特别有科技含量。非常高端，高端，大气上档次，就一看就非常贵，这个对，一看就非常贵。但是呢，今天你们在我们的飞士乐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有很多的优惠，你们可以现在就看一下啊。有优惠吗？绝对有，绝对有。今天是我们的福利日，好，我们现在是在为一锅三菜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待会儿我们就要去上锅了，上锅，对，然后今天呢也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但是现在不能公布，我们先来准备我们的食材，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边吧，那边准备情况。好，这个是在打蛋清，我们今天是用手打的，平常用手打的，会很累，对，就像蒸的鸡蛋，时间会非常长，时间会很久。而且会打不匀，打这种会用手打太累，因为它要把那个空气注进去。对对对，而且也打不好。对。科技改变生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快呀，用这个。对，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这样的工具。多功能化，而且下厨其实已经变成一种乐趣，对不对？有很多人是怕下厨。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做饭呢。是很打发了蛋清，对，先说正事儿，这是正事儿，蛋清打好，哇，非常的绵密，感觉，就像哇，这个打出来真的很好看，而且很均匀啊，像棉花糖一样，镜头看一下，这个棉花糖一样，这个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厨具是能做到的，对，好，然后把它这个弄出来，放到盆里，放到盆里。好棒，就像一朵云彩，真的，就像一朵云棉花的感觉。好，我们把这个蛋清先打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进行哪一步？加入我们蛋糕粉，还有可可粉。哦，蛋糕粉和可可粉。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蛋糕粉。对。好，加多少？我们的大龙来加，你拿的，好，没关系。
我感觉蛋糕粉撒上去非常的 Q 弹。好，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蛋糕粉，嗯。可以适当稍微加多一点，加多一点，对啊，为什么要加多一点？口感会厚一点，口感会厚一点，厚实一点，厚实一点，哦，蒸出来的里面的蓬松感会好一点。哦，明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可可粉。所以这个我们直播前的单身的小伙伴一定要看清楚了啊，怎么教你在这个，怎么教你在这个一锅做三菜，而且是我们的汤、我们的这个饭、我们的甜品都有了。然后你们千万不要闲着啊，千万不要闲着，一定是疯狂的点赞，因为我现在不告诉你们，点赞呢是会有福利产生的。所以在屏幕前的这个小伙伴千万不要闲着，我们飞视的粉丝们也不要闲着啊。好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水开了没有。我们的大厨在用手来感受这样的一个水温，对，是的，水温。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做饭不用是天天特别多的这种烟啊，这种油啊，你看这样做饭也非常的，是这个很帅，偶像拍的做饭也很帅，而且做出来的饭也很好吃，对不对？对对对，这个主要是便利，便利，对，这个是生活，对。便利这个是工作都很忙，很忙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其实花在做饭上。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吃外卖比较多，对吧？啊，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多做一些饭。对，有了飞视乐就不要外卖。对，听见没有？有了飞视乐就不要外卖。啊，哇，现在是我们的已经这个加热加热水加好了啊。我们刚刚我看到这个食材，我们的这个锅里的食材已经相当相当的丰富了，就是等于说我们第一层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排骨汤，上面做一个蛋糕，做一个蛋糕啊，第二层是我们的蛋糕是吗？对 ，OK。到时候把巧克力化完，巧克力跟打发的蛋白混合在一起，混合在模具里面，模具里面再放到我们的蒸屉里面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吃了，感觉。对。这个现在蒸出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蛋糕，普通的蛋糕，对，把这个加进去变成巧克力蛋糕，变巧克力蛋糕，明白。好，我们现在大家看着我们的大厨在准备了，我们在等它的一个加热，对吧？对，嗯。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前，这前面的这些小伙伴们，你们在屏幕上也千万不要手闲着，你们有什么想问题呢？想问大龙的，然后想咨询，想知道一下我们的一些厨艺的奥妙的，然后也可以打在屏幕上，我们待会儿会抽取问题来这个回答，好不好？嗯，好，现在我们在等这个水在热，对吗？对，它翻滚，翻滚，翻滚，所以它这个是要等多久？差不多？差不多五分钟吧。五分钟左右。所以平常这个我们这个锅具啊，我们这个高速快锅啊，它其实除了这个可以多用之外，也可以做单用的一个用途，对吗？都可以。嗯，而且它安全系数非常高。对，我记得小时候那个锅总传统的高压锅给人的印象就是就容易炸。对对，我们家就炸锅，阀门特别对对，它这个盖子上面阀门特别多。哎，安全系数。大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它的安全系数究竟在哪里？它这边有个硅胶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硅胶圈，它是可断式的。哦，可断式。你压力受到它会挤压。哦，会挤掉。啊，断掉掉下来，这个时候的锅就是传统汤锅，嗯，它没有压力在里面。明白，明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它所以永远不会爆。嗯，永远都不会爆。而且它插压了还有一个方向阀，哦，到时候会气会这里出来，这里也会出来。嗯，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高压快速锅来说，这个它的安全一定是很重要的，对，对不对？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要为了吃个饭，对对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小伙伴平常在做这个饭的时候，这个我们大厨能够给一些什么建议吗？比如说我们在安全性上有些哪些地方要注意的？安全性上，对，传统就是意义上就是。哪方面安全性上？比如说这个水温啊、油温啊这些方面有没有？哦，水温、油温就是热锅不要碰水。热锅不要碰水，这是非常一个就是
认知吧，是水热油碰到水会爆，对对，而且就是热锅不要马上放到水池里面去，水池里面冷却，不要冲水，锅子会受损，锅子会受损。哦，不是说我刚炒完菜，我要炒下一个菜的时候，我就立即要冲洗。对，它冷稍微冷却一下才可以冲水，哦，才不然锅子会受损。啊、哦，记住没有？这都是我们做饭的一些小 tips。对，大宝，我知道你平常很忙啊，平常因为做饭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对，但是你平常自己如果是做饭的话，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独食呢，还会邀请朋友来吃你做的菜？都有。如果要请朋友的话，就要准备很久。很久，反正我做饭有习惯的，就是从买到洗切做，最后收拾，全都只能我一个人。洗碗也自己吗？啊，自己。我不知道，我特别有这方面的有点洁癖。厨房，你是属于那种我边做就边开始洗了收了吗？会啊，我就是一边做一边收拾的。结果发现做完饭了，哎，又恢复到干净的状态。有一点这样，就不是特别夸张。这是一个好习惯哈。对，这是好习惯。就不像有的人做完菜了以后厨房跟炸了一样，就那种我就是接受不了。而且应该会很讲究这个食材的健康营养，对不对？对，搭配新鲜程度啊。那你的这个口味属于比较偏重一点，喜欢吃辣的一些口味？我是口味都还可以，但是我自己做的时候不是特别重，不是特别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 Alex 大厨在这个融化巧克力了，还有黄油。因为巧克力它受的不是温度高，温度高它能焦。啊，明白。我看到这个下面的热水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就是很翻滚，它只要是到达一定的热度就可以了，对吧？对。OK。只要能使巧克力融化就可以。啊。好棒哦！今天第一次能够看到一锅能够做出三种菜，超厉害！而且又有中西合璧，合璧式的，对，排骨汤，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荣誉蛋糕，还有煲仔饭，是腊肠煲仔饭，对，一看就是腊肠煲仔饭。就煲仔饭一般是偏比较港式一点的，广式，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厨已经在融化这个巧克力了，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很香。哇，好棒！不着急，对，不着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因为这个需要美食，总是做饭就是这个过程。我刚才没说完我的话，就是因为为什么喜欢做菜，就是一我很喜欢新鲜的东西，我很喜欢去买菜，就是因为喜欢看到那些新鲜的食材，新鲜的食物会让你心情变得愉悦，特别是蔬菜类的，色彩斑斓的，对。还有就是你其实，在准备这些东西到做。到最后吃这个过程是很解压的，因为你这个过程比较专注，对，你是不用想其他的别的事情，是，就这个过程会让大脑放空一点。其实我觉得偶尔学做做做饭呢，也是非常的让人能够得到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对，而且还健康，我觉得自己做菜的话，自己购买食材会更加的放心，是的，对吧？因为现在有的地方的这种外卖啊，就是你不知道它，你后厨都不敢看啊，是的，对吧？很可怕。好，待会儿我们的这个Alex 做好这样的一个巧克力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再还要准备这个煲仔饭，对不对？对，我们今天云绒饭。今天你们看到没有？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菜呢，都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笼子。相信我们的粉丝一定不会陌生了。好，现在我们在融化我们的巧克力，已经完全基本上完全融化了，很快的，融化了，对，不要有颗粒，完全融化了，不然吃在嘴巴里会有颗粒，影响口感。好，也请我们的厨师稍微，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我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炉灶前面啊，就是已经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排骨，马上就开了咸味啊，这边是巧克力香味，巧克力香味，所以我就很担心它不会串味儿。我也有点担心，你也担心是吗？我以为只会有中餐在里面，中餐是吗？没想到会有西式的，西式的。所以今天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对。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如果他串味儿呢，我不会说他没有串。耿直 boy 就在这儿啊。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之前打的这样一个蛋清，加了蛋糕粉的这个蛋清进行一个融合。太香了，嗯，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已经吃饭了吗？吃了一点点，吃了一点点啊。准备一会儿再吃一点，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实吃甜品是让人非常愉悦的，这不用加水吗？加奶是吧？加牛奶，加牛奶是吗？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加牛奶。OK， 所以今天我们一锅出三菜，大家可以完全把这整个过程记下来。这个食谱是我们这个大王的食谱，然后你们也可以记下来，以后成为你们自己的食谱。可以回去改良，改良一下。对，啊，嗯，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均匀的搅拌了，现在我们就要等它倒到模具里面就可以，倒到模具里面，大龙可以吗？可以啊，来，我们有请大龙，倒到我们小的模具，小锡纸模具是吧？嗯，不要倒太多，因为它会受热会膨胀出来。可以吗？可以，够了吗？再来一点，会膨，可以，好，下一个，非常棒。好的，已经够了，这个不要浪费好吧，对，小组浪费，哎，对对对，这个多出来给边上，对，好的，每一点都不要浪费，不是我们用的这个盆有点太大了，太大了，说实话这样会很浪费，我们他们雨露均沾对吧，雨露均沾。好 OK、啊、OK 好，我来洗吧，没关系，要放在蒸汽里面、啊、对，好，我们要放蒸汽咯，大龙好主动洗，对，我刚才他不是说了吗，他全套系列全自己弄 对吧，他边开始做边开始洗，第二层，第二层完成了，第三层鱼肉饭，鱼肉饭，来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火要不要先关一下、嗯、还是没关系，已经关着，已经在关着了、对，这米很快的、嗯、好，三个颜色、嗯、切片到时候我们放在上面，嗯，会很漂亮、嗯、好，我来切吧，可以，好吧、哦，这个香肠切片，我们大龙来切啊，刀工的时刻开始了，这个是手指刀吗？这个刀可以用是吧？可以，切蒜了，没关系，已经开封了啊，好，切什么形状片对吧？切片就可以了，我做个样式，今天真的我们的粉丝有福了，好，没问题，稍微厚一点，因为它一蒸它的油会出来，好的，我看到这个有粉丝在评论说，哇，真的很可爱，向龙学习。嗯，你看这刀工，展示刀工的时候，对，那切点腊肠好了，对，腊肠来，好，现在开始切腊肠，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云龙饭啊，是用了三种米对吗？对，有粗粮，还有粗粮啊，黑麦、小米。对。我只吃过一种米做的这个饭，煲仔饭。煲仔饭大米、啊。今天真的是开眼界了。哦，来把它码好吧，食材。对。如果你喜欢不喜欢腊肉还有香肠的那种油分脂肪嘛、嗯、我们可以换排骨，排骨蒜香排骨，对对对对，都可以，蒜香、嗯、排骨都可以、嗯、看自己喜欢口感，煲仔饭是很讲究的一个就像大龙说的、有学会了回家可以自己改，对对对、嗯、在广州其实这个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菜，
就怎么能让米跟食材同时熟的恰到好处呢？是，对，这个加水很讲究。好，我们来加水。水跟米的比例还是1:1是吗？嗯，对。 OK。好，我觉得没有上锅之前都已经很漂亮了。嗯，来，我们的大龙可以，我们邀请我们的大龙把它加个盖，需要大龙盖。对，我们大龙来盖一下。啊，盖。OK， 对，我相信你，因为你家有这个锅嘛，因为它这个是需要对卡它的红点，对，卡住去卡住，然后转到这个变成绿色就非常安全。就可以放心了。对，它锁住它，这是儿童锁。儿童锁啊，所以大家知道了吗？好了，我们的这个高速快锅准备上。不放心的话，可以换一换。如果能打开的话，就重新再弄一遍。如果没卡上的，明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记住安全第一。对，厨房，做事一定安全第一。对，是。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是的。这个我们高速快锅已经是上压烹饪了，大概需要1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段解放双手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来让大龙呢，我刚才说有意外的惊喜嘛，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连线环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解放双手的时间，让锅在这个努力当中的时间里面，我们连线两位场外的粉丝，好不好？好啊，这个是我们有福利的，好不好？那在我们连线这个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大龙的，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龙会选择性的回复大家，在我们连线这个之后，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的第一位的粉丝，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已经导播，哎，已经连线好了是吗？好，有请。来，谢谢我们工作人员。哦，好。视频是吧？没有，是我们的语音，好不好？来，我们这个免提打开了。来，我现在来。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能听到吗？能听到吗？能，可以啊。你说。大龙你好，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演了好多音乐剧嘛，也塑造了很多角色，就是有没有那种特别想演但是却没有演过的角色类型呢？很多啊，很多这种类型，慢慢来嘛。对，因为可以您说，有的是机会可以把那些想演的都演到。所以我们大龙意思就是说，他未来还有很多更新更想演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对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粉丝，他是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来。你说。当然有，就是也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大龙您有很多国外的粉丝，就是也很关注您，就是因为去摇滚年代的时候就见到了越南的一些粉丝，然后他告诉我有很多越南的粉丝也很喜欢大龙，然后甚至有越南的粉丝为了您自学了6个月的中文，然后特地的成立一些字幕组之类的，然后上次的德林和这次的摇滚年代，然后也有很多妹子千里迢迢从越南赶过来。然后而且越南的音乐剧市场几乎是一张白纸，他们没有机会在他自己的国家看音乐剧，但是因为您他们愿意去了解音乐剧，然后对他感兴趣，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想替他们想对您表达一下他们的喜爱和感谢，然后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爱和音乐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就特别感谢您。也谢谢他们，也谢谢你，谢谢。大龙，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位粉丝是现在人在澳大利亚。哦，对。对。你在什么城市啊？但是你每次有剧，我都会飞回来看。你在什么城市啊？我在墨尔本。哦。如果大龙你有机会的话，您可以过来旅游一下。好的。有机会一定去。包吃包住吗？澳洲。包吃包住吗？是吧？那太好了。好的，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一定要继续支持我们大龙，好不好？谢谢。好，放下电话，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好吗？好的，谢谢。哎，好的。看这个，我们粉丝从澳洲这个打电话，这个来支持你了。看来你在国外有很多粉丝吧？是，我其实之前也听说过，也听说过，很感谢他们。对。有魅力就是不一样。谢谢。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连线第二位，好不好？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准备好我们的连线，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位。那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前有很多的我们的大龙的粉丝，包括我们的飞车楼的粉丝都想来问我们的大龙，大家一定赶紧留言，然后打在我们的屏幕上，然后可以让大家来回复。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留言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然后有人刚才说我们的这个粉丝这个声音也很好听啊。来看一下，来大家有什么这个评论吗？然后有什么问题吗？来先直接问，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手机旁边啊。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赶紧问。会去国外逛一逛吗？会。你平常会喜欢旅游吗？还好，还好。明白。大龙岛民很知性，平时最多做的是什么饭？做饭做的菜是吧？最多吗？对。没有很固定，我很喜欢研究。很喜欢研究，就是尝试新的，自己会创造黑暗料理之类的，类似还好，不是很黑暗，不是很黑暗。好，平时最刚才有粉丝问，平时最做会做手把肉吗？手把肉不会做，但是我一会儿这个就是也是很羊肉的菜。好的，还有吗？还有喜欢妈妈做的哪道菜？我妈不会做饭。啊，你妈不会做饭？我爸。啊，你爸会是吧？所以做饭是遗传爸爸吗？啊，对，有点。哦，我爸做菜很好吃，做菜很好吃。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哎，龙肉会留长发吗？现在不是吗？现在不是吗？挺长的呢，对对对，看不见。好的，好的。那我们粉丝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了。那也是希望，还有，听说还有一位粉丝啊，来，我们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来。这位是来自上海的 Lily 对吧？好不好？来，有请。你好，你好，嗨，听到了吗？嗨，听到了，听到了。哎，请讲。说。喂。您说。啊，我这里有，我这里是琪琪，你好。你好。琪琪，你好。你好。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想问一下，就是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就没有很拿手的，就是没有想起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很有意思的。最常想起做的是什么？肉类的多一点。肉类的多一点，为什么喜欢吃肉类的？因为就补充体力，蛋白质。补充体力，平时做是不是很累？对，有一点。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你要推荐新手做菜的话，你有什么推荐他们可以去看的电视节目吗？电视节目啊。对呀。还是那你新手是吧？新手做菜吗？对，新手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会做，他们想。就原来央视有一个节目叫《天天饮食》，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那个比较适合新手。比较适合新手。因为他做的都从很简单的就开始做的。喂，听到了吗，丽丽？到了。哎，对，你那边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啊。那你平常会做饭吗？我平常会做饭，然后比较喜欢做那个西餐什么的。西餐是吧？西餐是又简单又健康的。那你就是做一些羊排啊、牛排。哎，对对对，所以又简单又健康。又简单又健康是吧？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对，然后你说，哎。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做蛋糕，但是我好像。说好像他不是很喜欢吃甜的。对对对，我不吃甜的，很少。是因为从小就不爱吃甜的吗？对啊，我是特别易胖的体质。特别易胖的体质，然后他是比较担心会胖。我就喝水都会胖。啊，是吗？真的，因为我吸收特别好，吸收能力特别好。吸收能力特别好。所以你喜欢我们的这个云龙有多久了？我是从那个1月份开始的。从什么时候？一月份啊，一月份啊。对，你最喜欢他的哪个作品呢？我是看《深入人心》。啊，看《深入人心》。然后他一部《谋杀歌谣》在上海演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对，然后经常会给他拍拍照片什么的。谢谢，谢谢。所以你平时也会做饭吗？我平时会做饭，但是最近不太常做，最近比较忙。那你知道这个？那你知道飞虚乐吗？飞虚乐我知道。你也买了是吗？你买了哪些？告诉我们。我买了一个奶锅，因为家里一个奶锅，很多，
然后打算买回来做做蛋糕用。嗯，明白。所以你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是不是厨具特别好用？我看样子，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很喜欢它的设计。设计是吗？我觉得设计非常的有现代感，而且它的工艺设计很棒，是不是？而且非常的品质感，对吗？质量非常好。对，是的。就是比较贵。我以后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住，或者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对。对。啊，原来如此。好，那我们谢谢你今天来打专门打电话来跟我们的这个云龙连线，好不好？谢谢你。好的，好的，也希望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是个什么梗？提前预祝你。提前预祝。好的，明白了。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好的，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好，我们继续。我们除了刚才，我觉得真的是。刚才两位粉丝真的很幸运，我直接跟你语音连线啊，我相信不是有所有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看我们的这个屏幕上还有什么问题，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提前预祝新年快乐。对 ，Hello， 终于说米克好帅。没有，我在这个面前我就黯然失色了。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哇，你带的这个节奏很厉害啊，全部在说新年快乐。对。今天相信，因为今天是双十一，也是相信是很多这个宝宝的新年，对不对？对对对。对，今天就是过年一样，该买的买起来，就是为了过年来准备，又要花钱了，对不对？要花钱了。对，在我们的这个飞书乐下单绝对没有错，而且今天买不用等到过年，就非常棒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说新年快乐，我来看看前面有些什么问题。好啊，就说大龙看看哦，他买了高压锅。好。有人说我水肿，对，我没敢问。其实不是水肿，就是胖了。最近是没有，太谦虚，太谦虚了，因为睡眠不好嘛。没有，最近宵夜吃的有点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说让这个大龙看看我，看看我。OK， 大龙什么时候回青岛？春节的时候争取多回去一段时间。春节的时候，我看到看还有什么问题，看看，大龙，平常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就没有什么拿的，就是如果是想让你做菜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如果朋友来家里，你有什么菜谱吗？牛肉，牛肉，牛肉是一道，还有呢？没了。全牛肉宴，对吗？青岛海鲜很多啊，海鲜的我都可以的。对，鱼啊，多吃鱼特别好的，多吃鱼特别好。会变聪明。还有虾是吗？虾对对，还有贝类，贝类对，贝类对身体特别好。对男性特别好。今天体验了好几次。对，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再增加一个我们的电话连线，好不好？然后我们再邀请一位粉丝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好。Hello， 你好。哦，喂，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大龙哦。嗨。哦，嗨 ，Hello。Hello。你好，我是许林，那个。你好。大龙晚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Hello。好，听得到，你说吧，你说。就是您昨晚有演唱《无地自容》，然后改编和舞台效果都很好。昨晚微博也有提到说，让您重新经历了年少的时光嘛。昨天晚上自己演唱并现场听到了黑豹乐队的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跟那个黑豹乐队老师其实本来要合作的，是很就是今年的时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合作成，所以昨天在后台终于见到了，就是很开心，也很荣幸能演唱他们的作品。那练歌的时候有没有回忆起什么往事？就大学时候的事情呢？我听这个歌的时候很小，没上大学。没上大学是吧？OK。然后就是国庆那段时间您的行程非常的满嘛，然后您之前也有提到说国庆有很有好趣的，有很好玩有趣的事情，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什么时候？国庆那段时间。很有趣的事情。有吗？很有趣的事情，能想到的很有趣的事情。
可能忘记国对国庆好像时间太多了，对，就是行程很满，对吗？行程挺满，今年比较忙，嗯，是的，那个今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嗯，然后今年您最想完成的事情，您有没有完成呀？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情，就是做好每一件事情吧。嗯。之前我们那个在广州有送您一份菜谱，那个。嗯。对对对，我有印象。嗯。对吧？然后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有没有时间拿到菜谱？还没有，还没有，没时间，一直都没有时间。还没有时间是吗？嗯。行，那就最后面就是问您昨晚睡得好吗？昨晚睡得好吗？我来证明好吗？挺好的，一看就是挺好的，还行哈。啊，看这个脸色就知道。但是也是对，反正也没睡很久，其实，嗯。那就祝您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睡得好，身体健康。好的，谢谢。喜欢的事情，谢谢，还能赚多多的钱。嗯。谢谢，最后一句特别实在啊！是是，也同样祝你，也同样祝你，好吧？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然后赚很多的钱，买飞驰乐，这是最重要的，听见没有？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这位粉丝，谢谢，好好好，谢谢导播，谢谢，嗯，再见。好的，那我觉得刚才我们通过粉丝这个留言，我觉得首先大家第一个是比较。希望你能够身体注意健康了，嗯，这个是第一位的。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是这样，我们要首先健康是第一位 的，对不对？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多多睡觉。对对对，对不对？睡眠是很重要的。作为艺人来说，一般这个睡觉都会比较少，嗯，很少时间去睡觉，是对，这是奢侈品，对不对？是的，对。所以，但是睡觉以后，就大家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对你健康的一个关注了。对，也希望能够带来大家就是更多更好的作品，对不对？是。然后还有吃好饭，这个很重要。然后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跟大家来插播一个福利信息了。那大家如果想拥有我们大龙同款高速快锅的话，可以即刻到我们的飞驰乐天猫旗舰店购买。双十一期间呢，我们的飞驰乐天猫旗舰店将全场每满400减50，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店铺的大额券。那我们还有惊喜神秘的好礼，我们的高压锅加我们的炒锅齐趣套装，到手价只要1499元。那今天还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啊，特别准备了这个优惠券，就是我们每满899就减90块。所以心动了没有？赶紧行动起来。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别的菜，是不是？大龙的拿手菜。拿手菜，那拿手菜是什么？羊排火锅。我刚开始我看到这个羊排，我以为是说现在不是都是煎羊排、烤羊排，不是不是，这个是已经过过水的，过过水把血水都过出去了，都过过去了，就可以直接做了。啊，要吃这个羊排火锅是吗？一般都是涮羊肉比较多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啊，就是用这个锅，然后电磁炉，电磁，我把这个汤做好，啊，就拿到餐桌上，餐桌上也可以涮菜。哦，你看这些涮菜，明白？或者说，再涮羊肉，嗯，涮牛肉、涮海鲜都可以。家庭聚会比较，家庭聚会比较聚会比较多。这个是。又可以喝汤，先喝汤，然后很暖，很补。所以这个是你的算你的独门秘诀吗？也不是，这个其实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炖菜的羊排汤，嗯，但是我就后来觉得冬天他选用肋骨这边。哎，对对对，冬天会，因为我爸爸以前老做给我吃这个，哦，我特别喜欢吃羊肉，小时候从小吃到大的，小时候记忆，小时候记忆，然后就家里老来朋友，嗯，然后把这个做给他们吃，吃就没有了，吃就没有了。对，然后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做成一个火锅，再往里。加菜啊，涮菜，量大，哎，量大可以吃很多，适合人多一点。嗯，所以今天的粉丝非常有福，你们获得了，观看到了我们大龙的家庭菜谱，好不好？嗯，所以这个我们大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需要一些什么料，好不好？啊，嗯，就是除了羊排、肋排，经过处理的，对，切块，然后萝卜，嗯，双色萝卜，对。白的和红的，对吧？其实红萝卜很多，我小时候不爱吃，但这个维生素含量非常高，然后这个其实对身体特别好。是，然后你把它做汤的时候，嗯，其实煮的时间长一点，它不会有那些它的自己独有的一个味道，就是很多小孩不愿意吃这个，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它真的很有营养，嗯。然后剩下的就是香料了，对，虾米。我们叫海米是吗？海米，我们叫海米啊，叫海米。我是一半北方人，我也叫海米，叫海米。
这个海米，嗯，提鲜，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嗯、对。啊，我看还有枸杞是吗？枸杞嘛，就是。哎、啊，我这边特别注意到有这个花椒粒，是为什么？有什么讲究吗？花椒其实就是在，还是我刚才说的嘛，就焯水的过程中要用很大量的花椒。明白。然后你做汤的时候其实不用这么多的，啊，少加一点。那这个不会影响到后面口感会显得有点麻吗？不会，不会，不会。过水的时候要放。哦，过水的时候放。就是跟肉类是一起放的，然后这个要扔掉的，然后再重新煮汤的时候就不要放那么多。我懂了。因为它可以去膻味，去的特别好。好的，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吧，好不好？来，请大龙，有请。就先、先切一下。就是我来切。好，我们这个两位大厨打配合。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加水，先加水。好，大家记住了吗？有我们这个处理好的羊排，还有我们的这个大海米，就是我们的虾米，还有枸杞，还有我们的小葱段，还有我们的这个花椒，有大蒜，还有我们的生姜，还有我们的一点点小辣椒，干辣椒，对。胡萝卜和白萝卜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搭配啊。好，现在我们大龙现在先加热我们的水。这有锅盖吗？这个有的，在这儿。哎，好。这个锅你平常用的多吗？家里面还好，也还好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型很漂亮，对不对？很漂亮。啊、我觉得菲士乐的这个他们的厨具啊，是整体的设计感非常好。对对对对，我就是感觉非常。也很有美观，很有美观、嗯。我觉得这个给人做菜也带来了一些愉悦，哎、对对对，让人很想买的样子。对，很想买的样子。好，我们现在是在去皮，给萝卜去皮、是吗？对，白萝卜去皮。这边可能需要大龙洗点身。来来，洗点蔬菜。来，我们大龙上手。菠菜皮。好，现在大龙。这个其实前期都不太需要的，就是做汤的时候。啊，做汤。后来涮菜的时候。啊，就是可以随时加进去，对吧？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大龙在这个洗我们的这个菠菜。就我平时会把菠菜这样散开的，然后把这个把这个头揪掉，因为它会苦。对，但是很多人要留着这个，这个洗干净。好像听说是因为营养成分比较高，对啊。那香菇的这个东西要去掉了。香菇的这个咬不动。咬不动。而且我其实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是吗？还不是说海带的根也特别好吃。海带根是可以，但这个真的香菇根最好不要吃。很难咬的。明白。而且就是它会很多沙子。通常其实炖那个炖鸡的时候可能。啊对对。炖蘑菇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是大厨在这边切生。白菜，这边我们就用到了两种菇，对吧？对，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菌菇类啊，它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吸满汤汁，那个口感特别好。还有它会提鲜，提鲜这个很重要，而且吃菌菇类的菌类的这个食材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是的吧？我们大龙洗这个蘑菇洗得特别的细致，因为会有沙子，一定会有沙子。如果你不把这些，这么多菇当中，你喜欢吃哪种菇多一点？就香菇多一点，香菇多一点，对吧？但很多人不吃香菇，很多人不吃香菇，不是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香菇真的很香啊。是的。好，我们把这个洗好了，就可以多洗几遍。好，我们 X 大厨在这边去切配这个老豆腐，对吗？对。我看这边还有蟹肉棒，是吧？对，蟹肉棒。蟹肉棒。还有我们的虾丸，对吗？对，虾球，虾球，是火锅类的吗？火锅类的。蔬菜呢？我的建议是，嗯，如果你不很着急吃的时候，嗯，不是很着急吃的时候，蔬菜类，你可以用清水或者说纯净水泡一会儿，泡一会儿，因为蔬菜上会有农药，对。去泡一下，这个只要清水就可以了。清水最好是纯净水，纯净水是吗？可食用水，可食用水，对，不用放一点什么解毒剂。但不需要。好，我看到这个金针菇了。金针菇，这个叫什么？这是叫什么菇了？海鲜菇？这叫蟹腿菇。蟹腿菇，蟹腿菇，对。其实这些菇都是用来提鲜的，对不对？对，是吧？这个食材是相当的丰富了，而且它形状不一样，到时候你放在火锅里面煮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对对对，很丰富，很丰富。
我觉得这么好的锅具，这么漂亮的锅具，然后配上这么好的食材，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做菜是一种享受，做菜本来就是享受，做菜本来就是享受。刚我们刚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对，大龙哥，就算自己晚上在家，你就比如说炒一个鸡蛋，好，你也觉得是挺开心的，很乐意，很开心，对。是有一种成就感在里面，对吧？啊、对，这是生活嘛，生活，用心一点，就是会让自己开心一点。而且就是我们做菜，如果做给自己喜欢的人吃，然后应该是更开心的。对啊。那大龙以后有机会做给我们粉丝吃饭吗？好啊，好不好？啊。那得看来多少人，来多少人，那也要用上我们的这个飞士乐的厨具。对对对对对，因为请赞助我、啊，听见没有？飞士乐赞助我们这个大龙的这个厨具啊，可以用，因为我觉得很干净。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蔬菜已经这个食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都大概水开放羊排就可以啊，水开放羊排。是的，好，在他们两个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再次重申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大的福利，就是如果你们想拥有我们这么多很高科技又安全然后又漂亮的锅具呢，赶紧到我们的这个飞士乐天猫旗舰店去购买。双十一期间呢，也就是今天，我们飞士乐天猫旗舰店将全场每满400减50，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店铺大额券，还有惊喜的神秘好礼，就是我们的高压锅加我们的这个炒锅齐驱套装，到手仅需1499元。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一个优惠券，就是我们满899元就可以减90块。那心动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厨在准，我们大龙又在剥蒜啊，对，放两颗蒜，我洗，提香，对，而且对会对身体好的。帮我切一点姜片，谢谢。切点姜片。嗯，不用切特别薄，没关系。再来一个吧。哇，看着这个，就是你知道，做饭的男人是最吃香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多半都是男的，很少做饭嘛。没有啊。如果一个男的会做饭的话，是很……你们家是爸爸做饭？我这不是光我们家，我就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男的做饭，男的都会做饭。哦、原来如此。而且都很喜欢，都很喜欢做饭。嗯嗯。好，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水开放羊排。好，看这手是多熟练。其实不用切了，其实没有意义，就是要味道。炖汤嘛，没关系。对，嗯。可以了。水开了就可以放食材。对，放香料，放羊排。好，我们在等水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再跟大家宣布一个惊喜，那就是我们今天，对，就是你们现在正在看的直播，我们的点赞量要达到150000的话，我们的大龙呢会截屏啊，我们确认一下是多少万啊，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确认一下，来，好，我们看一下。啊，对，因为我听说已经达到了，我掉了一个零，应该是150万以上啊！我们今天的点赞只要超过150万以上，啊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待会儿我来跟大家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一个这精彩的点。嗯，然后来到现在我们的 Alex 来准备我们的食材。大龙可以把香料先放进去。可以，对，先放香料，葱蒜都可以放。嗯。葱蒜，你要放这个香叶是吧？对，香叶。嗯、我平时其实不。好，我看一下，现在已经是点赞有460多万了，所以我们的这数字得不停的往上涨了。枸杞。哇，今天太，对对对对，已经460多万了啊、哦！我们一直没关注到，哇，460多万了。我看来辣椒，对，好，差不多头辣椒、嗯、
煮一会没关系，这个我们再缓一缓啊，缓大葱像我们在这个葱白是最好的，请我们工作人员给我一个数字啊，等一会儿，好，等一会儿，我们现在在这个，其实冬天吃这样的一个羊排汤是非常的补的哈，补，进补，会暖和，会暖和，暖身子，就整个人会暖身子，而且是如果是一帮朋友来家里面，也会这样的话是很开心的，很开心，对吧？那我们除了这个羊排的话，我平常还会配一些，如果是我们想在这一锅里除了煮羊排，我们能配一些别的菜吗？嗯，别的肉不行，就是一定是只能是羊。羊肉跟其他肉很难能，因为它很臭，对，就是这个膻味很难能要跟别的肉类融合。那我们，你别的肉进去，你是不是多半以这个清汤为主？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涮肉它是用清汤底，嗯，你涮很多东西的话，它可以融合。但我这个其实要煮很长时间，嗯，它就整个是个羊肉汤底的。你在这个汤底的情况下涮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好吃的。是，嗯，最好。但是可以涮一些蔬菜、海鲜类跟羊肉还是比较好融合。哦，原来如此。但你可以涮一些羊肉片，嗯，羊肉片，哦，对对对，羊肉片这个特别好，对啊。其实还是要一个蘸水，嗯，蘸料，蘸料，哎，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蘸汁啊？是的，对不对？嗯，那大龙，你平常会调这个蘸汁吗？我会做一个，就是用小米辣，还有杭椒，然后切得非常非常薄，然后用酱油，用料酒，然后做一个花椒，做一个香葱和香菜，会做一个现在的凉的啊，蘸料，蘸水，蘸料是吧？蘸汁，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调一个？有没有？可以啊，但是大厨今天准备了一个比较秘制的，好秘制的，比较秘制的一个，啊、这个我也想学习一下，一起来学一下啊，我也想学习，一起来学一下，嗯。这边我们会用到我们的料理器，嗯，因为我这边我们会需要把花椒打成粉，嗯，把花椒打成粉，还有芝麻、孜然都打成粉，嗯，到时候放在我们就是调好的酱油里面，味道会更香一点，啊、对对对。其实很多做川菜的很厉害的人就会自己在家炒，喜欢用新鲜的香料自己炒，但自己去磨粉，对对对，会特别特别香。哎，我相信两位用过这个炖锅啊，那这个炖锅它到底是有些什么玄机在里面？就是它在做食材的时候有哪些，比如说科技含量啊，或者是它的一个特点在哪里？它是可以做一个无水的料理，无水的料理，而且它是一个复合底啊，这个是可以做无水锅的，对，无水锅的，无水。虾进去可以不放水，不要放水。哦，真的，就是它这样，就是食材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点，就是完全保证了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对吗？自身的水分出来。嗯。这香葱可以。好，我们大王在加葱了。对，香葱其实也可以最后放，这个人喜好啊。是。不一样。好，我觉得是，可以炖煮。萝卜，如果这个羊排不好熟的话，就可以晚一点再放萝卜，晚一点再放萝卜，晚一点，稍微晚一点再放萝卜，或者说，比如说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以后，嗯，然后火开大了就可以转小火了。明白，对，在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小红锅去炒一下。哦，小红锅，介绍这个小红锅好像特别的有特点，对，是吧？把那个香料炒香，到时候你看它是现在是这个颜色，对对对，受温不一样，它的颜色会变，颜色会变，对，哦，而且它是不粘的，通过颜色来就是把控这个锅的温度，对，还有就是它这个复合底，嗯，太阳化底，传热很均匀，好的，因为香料一旦你炒，不要炒太热，只要炒热把它香味炒出一点，嗯，所以我们这个香料是要通过这个料理机的一个作用，先炒香，这个料理机打碎，打碎，嗯啊。我觉得有料理机真的很方便，对，省得你去切，省得去切去磨啊之类的，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嗯，好，现在等于说我们来加热这样的一个锅，然后达到它变色以后就知道这个温度就到了，是吗？对，啊，小红锅记住了吗？今天小火小一点了。啊，今天也是会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当中啊，大家赶紧，我们也还会有券。还会有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嗯，也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也是在去，哎，它真的有变，嗯，会对，对，受热会变颜色的，这个，对，真的，所以你家也有这个，对不对？有啊，啊，这个很好用，那等于说是三个锅你家都有，都有是吗？嗯，观众看一下。就是喜欢做饭的人，其实对厨具是很执着的，不就是好多厨师都有把自己的刀，哎，对，
也会配一套那种刀。我看有厨师一到人家家里摆一排，是吧？对对对，都会有自己的要求和很喜欢买。把这个带入生活。嗯。就像这个画家，他有自己的画笔一样。哎，对对，嗯。我觉得这些锅具，我觉得拿来过年啊，因为快过年了嘛，送礼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是的，对不对？我觉得特别有面子，对，特别高大气上档次，好品牌，好品牌，值得信赖，这已经标准的啊，代言。啊，我们现在是在加热，对，它的颜色会慢慢变深，嗯。那说明它的温度在不停的上升。明白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我等温度到达一定的这个温度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炒料。对，对，然后炒香就可以了。其实我原来我是觉得，我是原来是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料的时候，就只要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从来没想过要去炒过。对，香料已经川菜都要炒。对。啊，明白。生的花生米也可以尝一下，生的花生米，对，所以温度不要太高，温度高了会糊，因为它不放油不放水。明白，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这样的这个料都是提香的，对吧？对，都有各自的香气，香 料，对不对？来，我们大龙要不要来试试颠一下？啊、来炒一下试试看。但是我这个我真的，没事，我们要这样匀速的这样推一推，对不对？其实我就是平时就这样就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太愿意，因为油烟机离得近的话，一翻，对对对对对，就都在油烟机上。对，其实我觉得用这个电来吧，电磁炉的话会比较干净哦，家里对，嗯，不是现在很多居民区是不能用明火，不能用明火啊，对，就公寓类的。你们家也是这种吗？不，我家是。哦，就是那个这个煤气天然灶啊，对。其实我更喜欢天然气，哎，对的。哦，明白。而且这个也比较好清理，好清洁，对吧？对，主要是卫生干净，卫生干净。好，哦，这么快就好了？对，炒香就可以了。哦，差不多一分钟这左右。闻一下它味道。啊，闻一下。哦，真的很香。对，就是干椒，就是花椒。对对对，孜然。这个。有点像四川的一种做法啊，对对，哦，然后先炒了以后再加到这个料理盒里面去打，对，打成粉，明白。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操作，啊，按几下，因为它的转速可以达到1700转，嗯，啊，17000转，17000转，哦，好，我们这边大龙已经在加萝卜了。到这里才能到，倒放远一点。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对，比你切的方便多了。切的方便太多了，而且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非常的均匀啊，对，非常的均匀，嗯。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刚才炒的料已经打好了。对，嗯，倒到碗里面。偶尔可以打这个粉，把它包裹羊排煎一下也可以。对，哦，明白，会很香的。对，很香很香。那。怎么我跟你说，很多烧烤，对吧？对对对对，就是烧烤的味道，对，他们自己研制的，就是要这样，就是比例，然后按照比例去调，然后还有就是食材的不一样，食材的选择，一点点酱油，一点麻油，麻油，对，这个是橄榄油吧？哦，这是料酒，哦，这加了什么？麻油。哦，小麻油是真的香。对，如果你觉得厚的话，可以再加点水，再食用水就可以。其实可以加点水，我来，这行。
一人量啊，一人份。一人量，一人份是吗？还可以再加点盐在里面。嗯，可以的，要一点吧。要一点盐。OK， 可以。好，哇，这加了海盐是吗？很香了，很香啊。嗯，很香很香。真的。你们先忙，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画面啊。哇，他们都说开个餐馆吧，龙哥。你有这个想法吗？这样的话，这个料其实我真的是因为里面有孜然嘛。对、嗯。其实你就是炖羊排，可以吃到烤串的味道。对。上完了。对。嗯、我有这个意思在里边。真的。嗯。我闻一下。嗯。是不是？哎，真是。啊。比较西域风情。对。我刚放萝卜，可以再煮。火这样稍微开大一点。这个是不是好了？对，把我们的三合一给忘了。对，我们前面压力上好。啊，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刚才其实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一锅三菜。对，我们的一锅三菜，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想证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一锅三菜这么厉害。然后，传说中的这个一锅三菜，而且还不会串味儿、嗯、啊。然后今天我们刚才，哎，大龙还记得是什么吗？嗯、三道菜。那是蛋糕啊，云龙蛋，云龙蛋糕，熔岩蛋糕啊。熔岩蛋糕，熔岩蛋糕，鱼蓉饭，排骨汤，排骨汤、嗯。好，我们一起来开启。见证哇，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是吧？对，大家看到了吗？这个阀门是怎么个开？对，哇，熟的非常好。哇，真的太棒了！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非常非常好。对，哇，太香了，太香了！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个特写啊！你们看到没有？首先第一层是我们的，我现在能闻到的只有这个煲仔饭的味道。只有煲仔饭第一层，第一层，嗯，非常非常香。但是我们基本上熟透，这个下面会串味儿啊。嗯，熟的非常好。嗯第二层，第二层，哇，成型了，成型了，成型了，成型 了。来，就请我们的大厨拿出来、嗯、我们的这个蛋糕拿出来。啊，熔岩蛋糕。就是我们的甜味，对对不 对, 对？甜味，嗯，好，就最关键的就是刚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嗯，是我做的排骨汤的味道，排骨汤的味道，是你做的排骨汤的味道，因为一闻就，我只要一放瑶柱就会有瑶柱就闻出来、啊，好像一般很少用到这个食材啊，对对，但是因为瑶柱本身它也营养价值很高的，嗯嗯，所以你平常用做菜的时候，这个海鲜，因为我青岛人嘛，对、嗯，经常会把各种菜里面放把海鲜放进去，明白。哎，提到青岛，提到山东，嗯、酒量不错吧？对，排骨汤，喜欢排骨汤，嗯，嗯，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排骨汤。我目测已经非常熟的非常好，排骨，这才没有多久了，现在，嗯，加点胡椒，胡椒粉，加点胡椒粉啊、哦，去点腥味，去点腥味，香味是吗？排骨汤就还好吧，不像这个羊对对对羊肉，对不对？因为我很喜欢黑胡椒，黑胡椒味道、嗯，也是对男人非常好，是吧？这是个男性的直播节目。哇，哎，真的，像刚才说的，嗯、我们的这个肉质酥烂、嗯，而且萝卜没有任何的变形，对，食材也没有变色，对 对, 对，对不对？嗯。哇，而且从外观来说也非常的 OK， 真的很 OK，、嗯、很 OK 吧？不是一般的 OK，、嗯、就很有炖汤的那个，对对对对对，质感质感、嗯，品质很重要。嗯、而且你看我说的干贝已经完全软化了，完全没有，对，完全软化了，它的味道也全都融入汤里，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主要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是萝卜，萝卜，因为它把这些味道全都吸收进去了，啊，萝卜的味道是最好的，嗯。哇，好香啊！屏幕前的小伙伴们，真的太香了，很不错，品相也很好，它品相也不错，对不对？嗯，哇，很有这个来展示一下，就感觉会非常营养，很补啊，对，滋补啊，很滋补。嗯，那基本上我们一锅尝一下吧，就出了三菜，对吧？那边还有，我们拿过来吧，到尝的环节是吧，好不好？对，我觉得要替大家尝一下，我觉得需要尝一下，因为就是在。证明一下有没有？我真的是个很耿直的人。嗯，你闻一下，我来闻，一点都没有。啊，真的，一点都没有。我本来担心就有排骨汤的味儿，或者是腊肉的味儿，知道吗？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有观众的，真的，来一个观众闻一下。真的，
因为我是演员嘛，啊，不能有观众。好，那个没关系，我来闻一下就好了。你闻一下，不是你也像托，你必须要找观众。摄像的摄像老师，来，摄像老师，来，你平时说实话吧。啊，我说实话。你不是飞驰乐的工作啊，工作人员。你闻一下，香。不是，有没有排骨汤和煲仔饭的味道？有没有一点点？有没有别的？没有，没有别的香味，一点点的味道。记住啊，你以后就是一个诚实的，非常非常诚实的人，不能再说话任何的这个谎言啊！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记住。我们是现在可以吃了，我们来尝尝看好不好？我这个也马上就好了。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丰富的食材全都加进去了。嗯，因为汤底基本上羊肉啊、萝卜的味道和营养都煮出来了，就可以把剩下的食材全都加进去。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汤勺嘛。哎呦，这加了，这个食材，这个、食材豆腐，这个就按照个人喜好了。好大家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就好。你平常吃火锅喜欢吃什么食材？蔬菜，蔬菜比较多。菠菜，油麦菜，油麦菜，对，啊，白菜，萝卜。那这个应该挺快的，蔬菜是最快的，对不对？一会儿再加一点，再加点香菜末，在这里。然后香菜或者香葱末都可以。好，现在切一点，不用靠这个。其实我平常吃香菜吃的不多。那就少来一点。对，就是香菜会。羊肉配香。但是喜欢吃香菜的人就特别喜欢吃香菜。会提味道。提味道，对吧？提香味。大厨现在在加这个菠菜。加点绿色进去。OK。然后再煮开的话，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然后你也可以不加，就是纯靠蘸水。明白，这道菜基本上就可以了，基本就完成了，是吗？OK， 哇，我觉得突然怎么这么饿了？相信现场的小伙伴一定是很饿了吧？不过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有很多小伙伴应该有很多话要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龙来说啊。那也大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现场看直播的粉丝当中呢，抽取两位来听听他们给大龙的这个告白，好不好？好啊，来放这里。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家赶紧把你们的告白想对我们大龙说的话呢，发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好不好？发在我们的屏幕上方，然后来看一下。啊，看直播看得更饿了。我也饿。隔着屏幕饿。我也很饿。对。总有一天会有票的，完美男人啊，蓉蓉我爱你啊，爱你，全都是爱你。OK， 好的，卡了，哎，好，大龙好好休息，好的，哇，今天这个太热了，现在已经点赞已经615万人，615万，太夸张了。好，大龙注意身体健康，基本上都是希望你好好休息了。谢谢。对，也希望你身体倍儿棒，以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其实我说实话，自己做菜呢会让身体健康起来。对，真的，因为你对所有的这个食材和这个做法比如说热量你都可以自己控制，是，所以你就可以让自己健康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一定要自己多做饭，对不对？对，多做饭。反正我是很建议大家都做做饭啊。很开心。好，那我们现在大厨在做什么？做个梨汤。做润润嗓子。梨汤。做梨汤是吧？是干我们做梨汤。干我们这行非常需要的。对。啊，是吧？哇，好贴心啊！所以这个梨汤是做给我跟大龙的吗？做给男人喝的。要是男人。今天你成功的变成了一个男性之类直播间。好的，那我今天再跟大家来重申一下我们今天一个大的福利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轻轻松松几道菜就快完成了，所以我觉得用我们的飞驰乐的这个厨具非常非常方便，无论是大小一个人或者是全家人，我觉得健康又美味真的是很棒。所以正在看直播的你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那就趁这个狂欢节赶紧行动起来。那双十一期间呢，在我们的飞驰乐天猫旗舰店将全场是每满400减50可叠加店铺的大额券，还有惊喜的神秘好礼。那我们的高压锅加我们的炒锅齐驱套装到手只需
1499元。当然了，你知道双十一有很多很多各种玩法，你们懂的啊。这个利用起来，绝对今天是一个超值优惠的一天，对不对？然后把我们这么高科技的锅都带回家，对吗？好，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要做梨汤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到时候讲一下，好不好？这个可以用最小的火了，我这个可以用最小的火。哦，用我们的这个锅是吗？对，用高压锅做梨汤比较快。高压锅做梨汤，关键它是整颗梨做的。整颗梨做的，整颗梨是吧？对。啊，整颗梨做的，做出来还很美观。非常非常的美观是吗？对。但我觉得大龙，这个蛋糕，平常吃蛋糕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点缀啊？对不对？对，肯定是要有点缀的。啊、有个点缀，大厨是不是？大厨，我这个蛋糕，我觉得还差最后一步，还差最后一步，就是给它画一个妆。对，我们会上面放一点酸奶油。酸奶油。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酸奶油呢？会用我们的料理机打。多功能料理机。多功能料理机。对。啊，这是一个神奇的新东西。它不只可以粉碎那些香料，它还可以打酱。打酱是吗？好，那请我们的这个大厨来，我们抓紧时间啊。好，简单的酸奶油、淡奶油、柠檬。对不起，我这个。啊，我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哇，这么多人都在。那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这个啊，你洗一下，对。我们现场有没有粉丝？这个啊，好，我们来抽一个粉丝啊，抽两个粉丝，然后呢，我看一下，好，这是酸奶油，对，这是淡奶油。淡奶油，这个呢？这是什么？淡奶油。哦，里面那个是酸奶油。酸奶油块，等于是一个奶油芝士，这可以食用。平时吃奶油吗？很少吃。有奶酪一个味儿。对。不错。味道不错啊。而且它纯度很高。热量很大，对，所以今天要换回去。这个身材管理很重要，身材管理很重要。点柠檬汁，柠檬汁。用我们换个刀片。因为它多功能料理机，它又配了很多刀片给我们。明白。啊，这个刀片哇，各种各样的刀片可以做出不同的这个料理，是吗？对。哇，听这个声音特别爽。近距离看，我觉得这个料理机真的是很神奇，刀头转速呢非常非常快，几秒钟我们这个芝士酱就非常非常的绵密了。对。我们再做一个裱花的料。现在我们在，哇，感觉像一团冰淇淋哎。对。啊，我们还要冻一下。还要冻一下。对。OK。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就慕斯是吧？对，像一个慕斯奶油。所以我觉得加在我们的巧克力蛋糕上会更加的棒。对。我说，放在蛋糕在里面冻一下。好，这样，那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准备这个料理的期间呢，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我们的表白时间到了，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的现场呢，要抽各两位粉丝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大龙进行一个表白，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车先冲我们的这个现场，在这个锅里面，我们抽一个这个大家已经准备好的表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有写，那是你念还是我念？你念吗？我念吧。啊，你念，好。大龙，你的一切都牵动着所有随便的心，保护好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注意身体，保护好嗓子。如果可以，就给自己放个假吧，未来很漫长。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你自己想坚持的一切，我会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守护你。上午丹青二十一，哇，谢谢，太暖心了，太暖心了。谁写的？谁写的？来，我们接下来再抽第二个，好不好？啊，这个吧。我们的粉丝真是太爱我们的大龙了。大龙，中国音乐剧和你都会越来越好，加油。小 V 啊，那小 V 啊，小 V、啊、OK， 小 V、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再抽我们线上两个朋友的这个表白，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看线上的表白。那我们来，大龙你来抽吧，你来看抽两个就可以了，好吗？怎么抽？就要截屏，选两个念出来就可以了。我选两个念出来。对啊，剧场见，说了很多了，剧场见。对。好，哎，这有一个，这个特别好。希望你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常回家看看。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越来越好。好的，谢谢。剧场见，好多人说剧场见，哇，但是都是资深粉丝哦。然后我来看看啊，最多其实说的永远陪你啊，永远会这个爱你爱你爱你，是吧？大龙看看重庆吧。哇，我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努力的下单了，好吗？好，谢谢。辛苦了，来，辛苦了。我们来看这边，来，好，我们谢谢工作人员，谢谢。好。好，我们现在我们的已经做好了吗？对，在冰箱里。啊，在冰箱里需要多久？应该很快吧？稍微动一下就可以。稍微动一下就可以了。大龙那边吗？试一下。好，哦，真的，来，我们大龙。哇，以前干过这个。这个花刀是就是出来就是花脸。对，来，我来，哇，好的，大小不一啊，有点。你就来个造型感的，好吧？来个造型感的。所以他是什么造型？大龙跟我讲说，来个造型感的吧，然后就非常的有造型，对，非常有造型。然后我们老师在补救。没有，这个不太好控制，不太好控制。哦，还点上点就像我们的树莓，对，啊，点点蓝莓。好的。哇，不一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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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猜错之外，我觉得大家给你设定了一个。小的考验啊，那第一个考验，你知道考验一个厨师最好的办法就是考验他的刀工了，那其实今天我们设置了两个考验，那第一个呢是快速切姜丝，切姜丝儿，哦，切姜丝儿，对，好吗？切一下，我们来这个找一块姜，好吗？姜用完了啊，下这里有，这有，啊，这有，来，先来我们这有啊，这个是哦，好嘞，这边有是吧？好，我们来。接下来是我们考验大龙刀工的时候到了啊！姜要先去一下皮啊！姜要先去皮是吗？去下皮，对吧？那先要切丝儿呢，我就要先切从片变成丝儿，对不对？对，对吧？那片儿呢，要越大越好切。明白。但我现在目前这个形状呢，不太好切。所以呢，我就尽力二位，尽力二位啊，因地制宜啊。这样切，真的不行，把它放平，先放平，不然切到手。对对，形状不太，没掌握好。哇，切的真薄啊！但我切不了很快，慢工出细活。对，说的没有错，慢工出细活。因为毕竟不是职业厨师，所以不会切得很快。但我觉得你应该比起一般的这个暖男来说，已经很会做菜了啊！真的是你切的，我发现你切的很均匀，很均匀，很均匀，均匀。因为我是个比较公平的，
你什么星座啊？巨蟹座。巨蟹座啊，哎呦，很居家。每一片姜都尽量让它一样大。哦，切丝儿。对。突然压力挺大。很棒啊！哇，很棒很棒。马上就要到最难切的地方了，最难切的地方，尾部，因为你手如果握不住的话，就很容易切到手。啊，还可以吧？啊，来，请给一个镜头，我们大龙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你们的考试啊！啊，快速切姜丝儿，哇，很均匀，我发现每一根都非常的均匀，比较公平，相对来说公平一点。对，相对来说真的很公平。对，我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很食欲吧？啊，但还等等等等，还有第二个这个测试，就是厨师一般都要去颠锅。啊，颠锅我还真不会，还真不会，可以学习一下，可以学习一下。哎，要不我们的这个大厨，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王也来学习一下，好吗？嗯，哎，看起来非常不错。哇，真的不是一般的不错。所以这个算好了吗？好了，多人份，多人份。嗯，相信今天现场的人也是有口福了。对对对，多人份。来，我们这个大厨来。在我们大龙这边在看的时候，我们要来教给大家怎么用我们的飞诗乐的这个，哎，就用上我们的这个小红锅，然后来怎么来颠锅，好不好？然后颠锅其实是很考验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厨力的这个最标准的一个地方。嗯，好。好喝吗？他已经不想说话了，已经好喝到说不出话了。我再拿个勺啊，嗯，拿一个。哎，就用这个可以。对，我用勺好了。这个是我们刚刚炖的这个羊排汤是吗？嗯，啊，我取一个没有香菜的啊，来。哇，真的，它不是，就是你知道它的就是很多甜味儿和咸味儿都是来自于食材的。对。嗯，因为它的甜味完全是来自于红，因为它里面放了红色萝卜和白菜，白菜心儿，白菜心儿，嗯，对。然后就是你吃到的基本上都是食材的味道，对对对，特别多佐料的味道，而且相当于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对，一点都没有，对。而且你刚才是放了胡椒，对不对？哎，黑胡椒，我喝出来了，花椒，关键还有个酱，嗯，蘸料就可以蘸肉吃，蘸菜，这个还能放过吗？筷子呢？来，考验我什么？就是颠勺是吧？我们这个颠锅啊，所以我们就叉子是吗？颠这个吗？对，可以倒下去。哇，多一点，少了呢。你说在这么好的厨具，我们的飞诗乐的锅子里面有这么好的美食，吃饭做饭都是一种享受。来蘸个料，不用太高，可能稍微尝一尝，尝尝。对，可以。我们在煎，你在吃。我不想说话，吧你们先煎。太好吃了。可以。哦，可以了。学会了。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对，这是我们大龙今天除了秀了他的这个酱，不要给他镜头，因为他在擦我颠出来的。好吃吗？是真的，你尝尝，你我有啊，我给你尝尝，拿一个，再拿一叉。哎，大厨，还有叉。嗯，对，再拿一个叉。对对对，嗯，谢谢。对，来尝尝你的作品。啊，这已经很烂了，这个锅真的还是，嗯，啊，真的非常非常烂，非常非常烂了，非常非常烂。等于说已经酥软了，啊，对不对？酥软了。还真是没有完整。关键这个也很绝，你知道吗？这个料调的真绝。真的肯定的是非常。如何？他又不想说话。现场大家都流口水了。嗯，骨头，没没没，骨头。结束了吧？啊，吃饭吧，我们没办法。
尝尝排骨汤，尝尝排骨汤，排骨汤，排骨汤。我来尝这个萝卜啊，像你这个非常好吃。哦，有海鲜的味道，哦、榨菜的味道。嗯，哦，萝卜是吧？非常萝卜。嗯，真的。红白菜。哎，大厨，你也来尝尝。大厨也来尝。熬的煮鱼汤。嗯，这个你先尝嘛，先尝嘛。那个有那火锅在那儿，对，一会儿没了。这个是什么？上也是萝卜是吗？嗯。这个冬天吃这种东西，你知道，就是非常的享受，享受，然后又健康，嗯。嗯，你是真饿。什么时候能结束？我觉得今天我们一锅三菜，然后我们的轻轻松松就烹制出了这么……哎，你是真饿了？上来，再最后一个，对。嗯，感谢大家。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菜都做好了，也这个摆好了。那么邀请我们大龙呢，啊，跟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奇妙饭局餐桌吧，好不好？然后来，大家来有请，然后再请我们向老师稍等一会儿啊，现场观众不要走开，来跟我们一起走吧。啊，来，我们把菜端好。把菜端上来，我来端一个。哦，来，别人端一个啊。还有我来吗？嗯。啊，这边是吧？哎，你去尝尝我的羊排。好吃啊。我就是炖的，这个锅密封性太好了，炖的有点太烂了。如果再有一点，再硬一点，再有一点咬头就正好。所以我们基本上这是还有吗？还有火锅对吧？嗯，还有一个火锅来。哦，大家真的已经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应该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也被我们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被我们虐了很久了。几点了？现在已经是将近十点了。大家可以，我们就可以算深夜放毒了。对对对，对不对？半夜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半夜放毒，所以没有好的办法说让我们可以半夜又可以享受瘦肉美食又可以不胖。真的没有这个吧？真的没有，只能二选一，只能二选一。OK， 好的。那我觉得今天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一波福利，就是我们的优惠券。大家记住，满899元就会减掉我们的90块。我们心动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那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双十一期间，飞诗乐天猫旗舰店呢，将全场每满400减50，可以享受叠加店铺大额券。还有惊喜的神秘好礼，那有我们的高压锅加我们的炒锅齐驱套装，到手价仅需1499元。那终于在我们两位大厨的这样一个默契的配合下呢，满满一桌精致的菜肴就已经上齐了。那我们来说说这有些哪几套菜，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有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们羊排火锅，羊排火锅，对，嗯，对不对？熔岩蛋糕，熔岩蛋糕，嗯，熔岩蛋糕，云绒饭。排骨汤，啊！大家记住这每一道菜了没有？这个绝对是直播史上只有我们的飞诗乐能够带给你们的，好不好？嗯。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Alex， 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郑云龙，特别是我们郑云龙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飞诗乐的奇妙饭局，感谢你们为大家带来非常美妙的这个角色盛宴，也可以让你们观看的粉丝和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喜欢飞诗乐小伙伴们能够感受的。对，喜欢云楼的能够透过美食能够感受到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对我们的这个美食的热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是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嗯，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跟这个大家有更多的一个分享，好不好？这个是我们 OK。 好，那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没有结束啊，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如果现在觉得
看菜还是不够过瘾的话，我们就要来抽我们的锦鲤大奖了。今天晚上的锦鲤呢，将会获得价值一万六千八，我的天哪，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特别大的大礼了吧？这个比我真的比我手卡上的还要贵，好吧？那今天真的是太棒了，太幸运了，这个、太幸运了。这个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橙色沸点这个4.5升的高速快锅，还有高速快锅这个油蒸屉，蒸屉对吧？还有我们的小金刚舒适不粘煎锅等等等等，这些今天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今天我们要来抽取这个我们的锦鲤大奖了。那现在大家一定要记着，记着你们之前把自己的奇妙伙伴的编号和手机号发在手机或者手机尾号发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由我们的大龙来截屏，同时由大龙来指定截屏当中的哪一位哪几位哪第几个朋友获得这样的一个锦鲤大奖，好不好？嗯，所以大我看到现在直播手机在我的这个面前，都在我们的面前，对，已经有人在发了啊，有人在发了。好，行，那我先说第几个好吧？啊，你说第几个？一共有几个？现在目前是因为有一定的延迟了，好不好？所以大家已经对大家赶紧刷起来。那就只能抽一个是吧？那就第一个，第一个，嗯，好，第一个，你们谁抢到第？我这个第一个不是说谁先发啊，是谁在这个屏幕当中的第一个？屏幕当中的第一排，屏幕当中的第一排。所以大龙啊，第一行，所以大龙，我们要来截屏了，是我来截，好不好？还是你来截吧？啊，我学了，你学了是吗？好，来，走，没截上，再来，哎，截上了，我们看看这是谁？啊，你来念，哪一个呀？这个蓝色的，对，探甜，8177，你的奇妙伙伴编号是8177，哇，恭喜，你这个。哎，这个8177，你今天晚上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对不对？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你很幸运，没了，恭喜，好好使用飞士乐的锅，男人的锅，对，男人的锅，新年快乐，对不对？新年快乐，然后用这套锅呢，多做一些好吃的，少点外卖，然后少点外卖，身体好好养身体。是，所以哎，那还有我们的大厨，你呢？今天有什么想跟我们这个小伙伴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你比较在你的心目当中比较想推荐哪些产品？就是哪些我们的这个锅子是最，比如说我就有这么多钱，那我第一个买的想买就比较买哪个比较好？我比较推荐高速快锅。高速快锅。对。啊。因为它就是实用。嗯，实用。使用率很广。很广。嗯。快速，对，很多黑科技在里面，很多黑科技，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已经也证实了，它真的是一锅做三菜，毫不串味儿，是的，对吗？嗯，我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对这个没有骗人的，没有骗人的。刚才那位工作人员，时尚 boy 在这儿，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是见证了奇迹的一个见证者，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小伙伴一定要趁着现在是双11期间。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一定要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啊。然后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过年了，对不对？马上过年了，然后这个不光是可以作为送礼的一个佳品，然后也可以是作为这样平常自己来给到父母来做菜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对不对？要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个做饭，包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很简单，只要你用一点心思，就会变得很简单。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对，也没有任何一个食材是非常。对吧？所以还是要用点花点心思，花点心思，是的，要热爱生活，热爱生活，是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还有两道菜是没有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煲仔饭、云龙饭，对不对？还有我们的熔岩蛋糕，对，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你肯定是不吃的，因为它是甜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是吃吗？吃一口是吧？好，我们来吃吃看，对，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放在旁边，对，好，熟透了，这个熟透了啊。真的，大龙表示美味的方法就是他不说话。这个是摄像头吗？对，这个是的。嗯，还没有。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放在盘子里了，这个锅具已经很漂亮了，它这个盛器已经非常好看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少洗一个碗。而且
烧起一个碗，对，这样的话比较快速是吗？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用了三色，对，三色米，色香味俱全，对吗？嗯，好，我们来尝尝这个吧，蛋糕，嗯，蛋糕我来尝尝看啊，尝一下。我看看这个蛋糕有没有这个排骨味儿，一点都没有，真的没有，而且不会很甜，不是，也就代表不会发胖，是不是？嗯，那不一定，我就特别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吃到了，学到了，然后宣传了我们的健康，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飞士乐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厨具，这个特别棒，对不对？还有关键是我们的云龙，也是我们这个飞士乐的这个自己奇妙伙伴，所以呢，你们也是我们飞士乐的奇妙伙伴，对不对？在所有的在直播前的小伙伴们，所以今天的这个美妙的夜晚总是非常的短暂，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们的郑玉龙和我们的 S 大厨，谢谢，陪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那我们的今晚的这个奇妙饭局呢，就到此结束啦。那我们飞士乐的奇妙之旅呢？仍在继续。那下一站会是什么样的奇妙体验？